啲去街啦。你鋪排咁多，但係每次皮皮嚟到屋企咧就係、是。皮皮，Are you OK？ 你覺得 baby 咁？牛仔去。可唔可以啊？可以噶。你 friend 唔 friend 嚟噶？佢 friend 嚟啊，捉佢个头都得噶。哇，好香啊！仲可以做电节目喎。哇，呢个 pat 劲得意喎。系啊。但系高级 pat 嚟噶。今日是小新和光子拍摄宠物节目的日子，小新已经拍了很多次了，他已经跟大家非常熟络了，但是光子是第一次拍节目的，因为今天都会有酷儿带皮皮过来，粒子和皮皮是互相不锯的，所以我就没带粒子过来了。哇，光子现在是这里都听到他在惨叫，猫就很开心，系嘛？点解唔带狗嚟？我只狗咧唔中意其他狗，所以咧嚟到佢就会厮杀晒其他狗。哦，即系好打得嘅。好打得嘅，佢以为。快啲多谢，多谢 Jenny 俾机会啊！系啊，成日都有得上镜啊，小新，咁开心啊！光子就交俾 Bingo 啦。哦，咬嚟啦！系啦，勾下，勾下，勾下就好快拍完噶啦。我哋一阵等皮皮过嚟。少少示范，少少即简单指令你睇下，你觉得啤流好定还是小心？我有尿片。系有尿片。佢系点转发嘅咧？即系你讲嘅意思系，即系佢会执住一边，然后执住一边，执住一边，跟住就向住咁样。冇錯，而嗰門線呢樣嘢咧，係好難做 research 呢樣嘢。你係唔係養咗之後，我養咗之後，你放自己定放？我自己就好，我幫問下啲醫生。但係人老嘅，即係唔係只只狗，即係我而家就知道啦。但唔係只只狗都需要去治理，可能掟喺度，係啊，我想問我哋而家咧就有請 Doctor 示範一下點樣幫狗仔去 check 下嗰個神經系統。好，嗱，頭先就講開中風啦，咁頭先其中一個消沉即等咧徵兆啦，就瞳孔反射咧皮膚會好正常啦。準確嘅話就係真係消化，即有時我哋家見到啲老狗即係變化，即係啦，咁佢而家係年頭真係退化，就係其實仲透光有視力嘅，只不過可能咧喺啲黑暗嘅環境裏面。好似個晶體如果係好清嘅話咧，變成好似石化咁樣。哦，咁係因為佢年紀開始。係啦，知唔知因為我本身係想大粒子嘅，粒子係最常出，即係最常出。粒子最乖咩？粒子出街嘅時候係最易控制咯，同埋最黐我咯。而且佢都有同小新上過730嘅寵物，係啊，所以係佢係非常之。上鏡是 OK 的，亦都好。但是咧，但係你鋪排咁多，但係 Cooey 今日就要帶皮皮。係啊，我仔都要上鏡。每次皮皮嚟到屋企咧，就係巨人爸爸、惡霸咁樣。如果你一陣睇下佢嘅表現，我都非常之擔心。佢係咪因為絕咗育之後就開始咬仔啊？但係嗰次，因為你住大埔嗰陣時，佢咧已經絕咗育啦。點解咧？但是他而家去 Sophie 嗰度，佢都咬底噶。係咯，係唔知點解突然之間佢性情大變，知道呢個世界發生咩事。好險惡，唔可以哈哈爸爸。冇啊，因為粒子一見到皮皮，佢就會好犀利。係，所以我就費事令到拍攝期間。其實由細到大都係咁。我嗰時兩個月、兩三個月拎皮皮去你屋企，佢都係唔鋸皮。所以佢係唔係體型嘅問題？佢真係唔中意皮皮。
所以今天就带了光子啦。光子是友善的小朋友，身为人母是帮他带不到食物。不是，我未带过。鱼鳞大，这个圈套来的。哇，你开这么大，不如你等我。乖啊，你超乖，你比较乖喎。穿穿咗点算啊？除翻佢咯，冇啦，好似有啲难。你除咗先啦，你摆翻落去，你摆翻。冇，你摆翻落去。皮皮，皮皮，皮皮上线啦！皮皮翻落去，皮皮，皮皮，皮皮，摆唔到啊！好叻喎你，哇！你睇嗰边皮皮。叻仔光仔，食过下野粥。哇，系咩啊？系呀，咁叻啊！除咗廿嗰日拜神需要你之外，快奖你食，食好多嘢好唔好啊？多啲去街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多啲去街啦。Bella， 佢睇唔到下边有只狗，如果佢睇到一定会。下边有只劲大嘅 Bella。你唔使咁樣連嬲㗎，唔緊要唔緊要，係光子。佢唔衫，係啊，即係佢唔係嗰扎貓就係只貓。希望我哋今日拍攝順利啦。可以啦。你冇分開，一開又未完。哇，好靚女喎！你近嚟啊？我問就佢啊，見唔到朋友喎。舐舐得下，舐得下。哎呀，天啊！係啊，全部一個窿，一個冇咁窿，係咯，都冇擦防曬，冇擦防曬。自己揾個透視啲嘅袋，真得㗎，得㗎。哦，係粉底色，粉底色。黃種人，黃種。皮皮 ，Are you OK？OK 啊。生無可戀。OK 嘛，皮皮。眼瞓喎，係。佢開始掙扎到攰。一、二、三。唔該曬，唔該曬，辛苦曬。今日大成功啊！光子喺意想不到之下都幾乖，今日兩杯水，即係又俾醫生做呢個身體檢查，跟住又冇發脾氣，但係而家好似好安心啊！撐起曬只腳，我哋翻去瞓覺啦。